无论何种处境，都有神同在。来吧，让我们一起。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线上今天。哇，刘芳老师今天特别的给力了。早上好，刘芳老师。早上好，新的文慧老师。啊，新的文慧老师，哎呀，我喜欢这样的一个称呼啊。拥抱新的文慧老师。早上好，新的朋友。虽然我知道您不一定是新朋友，但是今天是新的嘛。因为今天的节目呢，即将呢会展开在你的耳边。那么还有呢，几位家人，今天呢，我们的热线电话这个时刻也开通了，电话1322-9966，322，欢迎大家踊跃的报名拨打。是啥呢？北京剧啊，对，北京剧，对。那么还有呢，也是可以呢，跟我们分享啊，您对京剧的一些心路历程，又或者是透过这一周的京剧呢，您自己有哪一些的体会感受？那么如果呢，有一些事情呢，就是说代表事项，或者呢，情况想要跟刘芳老师们会说一说呢，也是可以的。我们不会说好，你起来背京剧，其他呢不能说了。哎呀，我们很期待你给我们分享的。对，那当然呢，如果呢您不方便呢打热线，可能现在呢正忙着刷牙洗脸，刚才赶紧起床听节目，那没关系，您呢也可以呢先安顿一下，然后呢发现热线太热了打不进来，要么一起我们继续打，要么先发个短信来报名。短信号码是1322-9966，22-9066线上。对的，今天呢有文慧分享的栏目了，就是生活在圣经中的住。那今天会讲到住的方面什么问题呢？不是什么问题，是住呢。在哪里住呢？我卖个关子啊。那大家呢，就可以听到今天讲的这个住处很特别，住的人也很特别，住客很特别，对对对，所以。这个大家呢要转好好的听。另外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，也就是呢，昨天呢我们为呢在迪拜工作的高姊妹祷告，那我们为她的前路祷告啊，那感谢神，有她的消息了，神带领她呢，真的为她开路，她将转换工作岗位。所以呢我们为她感动，因为她很清楚，就是神为她开路，一路之伴。是说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呢，哎呀，就看到一单又让人有一点揪心的新闻了。就是3月9号的时候呢，在黑龙江的一个矿井出现了事故，然后导致20人被困。那这次还好，就没有伤亡。是，那么这个火也逐渐的扑灭了，我们也要为这个事情来祷告。对，好像平时呢就会看到有这个祸难，对，所以呢，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些呢矿坑呢，或者是这个创业公司呢，有工商防止或者是防护这样的意识来广告。另外呢，我们知道很多的教会呢，也是在矿工的这个家属附近建立起来的。我们也为这些教会他们传福音的施工啊，开展施工来祷告，愿神呢透过这些教会呢，祝福呢这些的矿工还有他们的家属。那最近呢，我们也知道，这天气又开始变化。哎呀，这个身体又要开始有各种小异样了。那就是有一单新闻就告诉大家，当心大米洗的草莓啊，小心患那个诺如病毒。对，在安徽就有2名儿童呢，最近就是到农场去。没有今年电视是，结果孩子就边摘边吃。英国呢，当晚的孩子就来无数次被诊断为感染诺如病毒。这样，对，专家就说呢，从11月到2022年的4月，是诺如病毒高发地。我想应该就是被忘了，而且非细菌性肠胃炎。对对对，所以其实它
尽量。